今天我们来讲讲八字的地支长干。地支长干在看八字的时候非常重要，尤其是月支的长干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地支的生克方式里面会运到地支的长干，以后讲到八字取运神的时候，月支的长干始终是绕不过去的。十二个地支总共有28个长干，其中子尊差的癸水，丑尊差的癸辛己，寅尊差的甲丙戊，卯尊差的乙木，辰尊差的寅午癸，巳尊差的庚丙戊，午尊差的己丁，未尊差的乙己丁，申尊差的庚壬戊，酉尊差的辛，戌尊差的辛丁戊，亥尊差的壬甲。很多初学八字的人很难记住这个口诀，也容易记混。这里有一首口诀分享给大家，方便大家记忆。子贵丑癸辛己，寅甲丙午卯乙，辰乙午癸，巳个丙午，戊己丁，未己丁，申庚壬午，酉辛，戌辛丁午，亥壬甲。